先安尼甲大家做一个报告来。原则上就是讲，一抓的行程啊，应该是算成功啦。啊，成功的意思唔是讲我赚足侪钱转来啦哈、啊。成功的意思是讲，咱海外遐的乡亲本来足失志的，啊，拢有受到鼓舞。啊，我家己嘛受到足大的鼓舞啦，因为足侪人拢甲咱这个团队足肯定的。啊，有一个人哦，可能要特别介绍一个，叫做张志勤呐、啊。大家唔知道有人捌无？对阿公某吼，迄、那个先生叫做张志勤，啊，一个其实是中国人啊，是按中国来的，啊，但是伊咧主张台湾独立，啊，啊伊吼，伊嘛有一人代志，我爱甲大家特别介绍一个。台湾伫洛杉矶还有一个叫做侨教中心哈，侨、啊、教中心，伊个名叫做 Chinese Culture Center 啦。啊，啊，咱遐差不多十几个，较年纪较大个乡亲啊，就是彼得因爸爸因参加迄、那个叫做台湾建国促进会，啊因哦，十八拜拜啦，拢伊迄个侨教中心遐举牌啊，叫伊改名啦，啊，伊讲迄个陈立史跟陈立史啊，伊咧是咱台湾籍个啊，啊伊以前个名叫陈立史，啊经过偌久呢？哦，即嘛主要咱家表示。天培哈，经过228礼拜六，安尼偌久？一当52个拜六礼拜六啦，啊，所以因拢总是遐徛哈，徛四当外啦，伊个数字嘛足凑巧是228个礼拜六，啊，最后总算呐、啊、改名字了哈，前历史地标，啊，所以这嘛是啊，就讲咱咧坚持。啊，海外嘛有一群人啊，为着替台湾争取咱的权益，嘛拢足坚持的。啊，坚持都有效果啦，哈、啊。所以大家对咱海外遐乡亲对咱的坚持哈，拢真肯定啦，哈。啊，坚持到力量啦，坚持到力量，啊。感谢大家啦，哈、啊，感谢大家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啊，我用真感动啦，吼、啊，咱一只已经283天。啊，用讲伫入来头前控制吼，啊破台湾的全纪录啊。但是咱不只是咧破这个纪录，另外讲要突破马孔芳的真面目。因中国总讲讲台湾是保守啦，实际上是讲伊也真正吼保证台湾已经倒啦。所以咱台湾应该正清楚吼，这群人少数的人要统治咱大多数人。咱绝对无用问啊！但是包括你一般来讲吼，马英九这个人，历史上是上特殊的人啦，因为伊本身这个面容吼，看起来吼水水啊，但是心吼，可能比到水客水吼，都较少，都较垃圾，因为。这人终于受到中共票的时候，你都忘了台湾人民，你忘了他是谁了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用三四个囡仔，甲袂看运动员，你讲是动物园，不可能的代志。你才是一个屁笑的状态啦。所以神经医学哈，可能要先诊断他，这人到底有屁笑无屁笑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另外一件代志是咱这个莫拉克洪灾啦吼。啊，而且甲大家报告吼，我咧报告中间吼，我请有打火机的人会使先来遮点来遮蜡烛啦吼。啊，这个咱公投给台湾人民吼。啊，李教授的裁示下，嘿，这样。啊，还有咱咱台派网友哈、啊，提供这讯息出去哈、啊，你拜年的时阵开始目睹真多物资啦哈，啊，你咱这个平老商圈呀，连续四天啊都四台车，啊，就去到屏东，咱上艰苦的所在，应该是叫做内门，啊，咱交予台湾独中会，因为内门那边哈。是整个屏东山区的救灾中心里遐，啊，所以咱交予迄边的
台湾族中会哈、啊来做这个发放。啊，教授嘛，亲自从阮要去屏东、台南、嘉义这些所在哈来救灾。啊，确实有影惨不忍睹啦哈。啊，确实有影，咱看到真多泡水车哈，啊用红拖车安尼沿路拢是。啊，到阮伫遐看到上感动的是沿路哈。拢有因遐的乡亲把黄丝带啦，尤其是屏东这个所在，要往这个垦丁这条兰州落去遐，很多人拢去把黄丝带。当然这是风台进行落发个啦。啊，所以当你不让缅甸讲一个笑话讲，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绑黄丝带哈，马英九才故意不去救灾啦。所以阮伫遐看到。当地民众是足紧急的，需要做物资。啊，所以本来我是按算一天的活动时间，啊，到时才施工袂使，安尼继续延。啊，所以连续安尼一直延就是四天啊吼。啊，当然目标物资非常的多，啊，这个金额拢总吼，啊，可能有几十万。啊，咱拍算。要上尾啊时间的时阵来救灾，尤其真侪，即摆真侪资源拢落去啊嘛。但是惊上尾啊时阵无人继续抢救，安尼迄当阵是上可怜的。就今仔日报出来，咱阿里山迄边有6000多人伫内底，无受到救助，啊，遐嘛非常的烦恼。所以未来咱会继续募款啦吼，继续募款。但是物资的方面，因为听讲遐已经有够啊。即摆咱的募款就是帮助遐个囡仔，也就是中健家园要来用吼。啊嘛，欢迎大家把这个讯息也再来公投赴台湾联盟里，咱伫番禺头前的基地吼、哦、来捐款。而且要请大家用着上严肃的心情，体力咱同心来去台湾推亲。咱邀请郑振奎教授来替咱听。来，咱来进入台湾最近啊！海平有谁人海边？你来到台湾最近，大街头观众的，天空大在树上。用甲实际行动，甲咱的祈福来帮忙，遮个受风灾、受火灾伤害难度的遐兄弟姊妹，真济人已经伫咧风灾、火灾中过往，变成台湾国的公民。望基层的这个上天安抚因的灵魂，也爱祈求上天解脱。咱真济失踪的台湾国民，而且人受到真济台湾人的温暖，应该大家共同来祈福，在这个中心中受到安慰，也期待这人重新站起来，在政府救灾不力中来唤醒咱台湾人民，来建立咱家己的国家，祈求。靠上天的帮忙，希望这些人在上天之灵祈求台湾的种富贵平静。咱希望台湾会使富贵平静。咱感谢李老师
咱伫遮真严肃，啊，踮着红色的垃圾来起吼，啊，伫咱李副总召去认念的七部文内底，咱希望今仔日个活动会使传达去提振，传达去南部，希望这受灾的人，伫这种政府不利的流氓政府之下，会使唤起。继续来听受咱台湾国土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，我安尼感谢各位今仔日的咱这个祈福的仪式。